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只有三创既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彤彤。大家喜欢我的宝宝，记得不要忘记电脑用户点击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，手机用户点头像旁边黄色爱心关注，包括把麦序上主播的关注的点点。来，第二个我给大家开我车，丝袜没穿好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大家把右下角关注点点啊，然后咱们溜溜走走。大家把关注点上吗？电脑用户的宝宝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我，手机用户咱们点点头像旁边有个黄色爱心关注，左上角
接点上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点关注。然后咱们跳下一个舞啊，刚开过火车的是吧？各位老司机，咱们开过火车，那么我们就换一个舞蹈啊，换一种风格，让我们的街放个假，大家借把溜溜走起来。感谢小宁哥哥，咱们有气球的刷刷气球。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，初升的太阳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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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什么女生没有小鸡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点点右下角直播时通知网。为什么女生没有？这个答案，等童老师回直播间的时候再告诉你们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要听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一下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我啊。手机或点点头像旁边红色爱心关注接点上。谢谢抱抱姐，欢迎我抱姐。好了，咱们还有点时间，咱们跳下一个舞啊，穿着高跟鞋给大家跳个舞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感谢大家点的爱心跟花花。谢谢执念哥，谢谢抱姐。好了，咱们六六不要停啊，大家记得电脑用户点点这里，直播时通知我的勾勾，记得点一下。手机用户点点头像旁边黄色爱心关注。咱们最后时间跳一个舞，然后我就要下去，然后15分钟之后再见了。